天我又来到 Happy Hair 明水旗舰店，要来整理我的头发。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已经补染完我的发根了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就是要整理发尾的部分。Go！ 我现在要漂头发。现在在上色了，耶、yeah, ！好期待颜色哦。所以总共有几个颜色？三个颜色。哈哈哈哈！染完了，在吹头。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多，我大概我是10点来的。颜色超美，而且跟你们说，褪了之后会更美。突然觉得好有圣诞节的感觉哦。